积蓄万千怨念，开启静树五行聚灵阵，妄图掌控天下。近阵控制人的意识，不少名将已沦为傀儡，天地逐渐陷入混沌。兵临城下，诸葛亮率众将守卫蜀都，但也逐渐不知。三小将临危受命，携带灵宝战灵图潜入阵中，誓要破除邪阵。 此去艰险万分，切记跟随战灵图引导入命，早日破阵归来。你也想试试我关家的刀法吗？前路艰险，快去招募伙伴。我看他们也不是很能打嘛。 点击副本开启征，点击选择第一关，战斗前体格排比，点击头像让，点击选择第一关。 您获得了张星彩，怎么样？要和我共舞一曲吗？您获得了武将装备。你也想试试我关家的刀法吗？点击强化。 解锁了合体，点击解锁后需要。
释放技能，积攒合体技能量。您已获得四点能量，点击可释放合体技。你也想试试我官家的刀法吗？为了东吴牺牲自己又何妨？妾身不慎遗失交尾琴，且用琵琶演奏一曲。